嗨，超级卡车，我看到你拿了些糖果。弗兰克昨天感觉很不舒服，这些是你准备的让他高兴起来的吗？你真是个好朋友，超级卡车。嘿，那是什么声音？可能什么也没有。你还好吗，超级卡车？不好了，超级卡车，糖果袋不见了。发生了什么呢？看，超级卡车，鳄鱼卡车拿到了糖果。不好，他要带着弗兰克的糖果逃跑。好主意，超级卡车，作为一辆警车，鳄鱼卡车是没有机会逃掉的。去吧，超级卡车，快去。你差点就抓到他了。不好，鳄鱼卡车要逃跑了。小心，是烟雾弹。小心，超级卡车。哇，好险啊。啊哦，你还好吗，超级卡车？不好了，鳄鱼卡车逃跑了。他会在哪里呢？你发现什么了吗，超级卡车？看，这是一串糖纸，这是鳄鱼卡车偷的糖果里面的。我相信你会在这条路的尽头找到鳄鱼卡车的。看，超级卡车，马蒂尔达在这里。马蒂尔达，你看到鳄鱼卡车了吗？他从超级卡车那里偷了一些糖果。哦，你看见他去公园了，你能帮帮超级卡车阻止他吗？谢谢，马蒂尔达。好主意，超级卡车，如果你们分开走，鳄鱼卡车就逃不掉了。结束了，鳄鱼卡车，把糖果还给我。不好，他又想逃跑了，你得阻止他，超级卡车。做得好，超级卡车，想都别想，鳄鱼卡车，你逃不掉的。我想是时候把这些糖果送给弗兰克的。马蒂尔达，你能确保让鳄鱼卡车吸取教训吗？嘿，弗兰克，看起来感觉你好多了，和你的朋友吃一些糖果总是有帮助的。嗨，鳄鱼卡车，我想你漏掉了一些糖纸。那真是一杯美味的奶昔，好吃。啊！他们来自哪里？这是超级卡车的任务。快看，有人在山上。卡尔，你必须阻止他。啊，不！超级卡车，快做点什么！
大家都去凯莉的餐厅，你们可以躲在那儿。不，超级卡车，小心！走呀，超级卡车！他要被撞上了。你还好吗，超级卡车？我们要怎么通过这扇门？你有什么主意吗？当然了 ,ST3000, 我们动手吧。激光吗？太棒了。结束了，鳄鱼卡车。别这么快，先生。胆小鬼。什么？又是鳄鱼卡车吗？这是一个恶作剧。再见。加油，孩子们，用力拉。本赢了。卡尔，有人需要超级卡车。今天我们有一场穿越汽车城到海滩的大型比赛，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参赛者才能开始比赛。超级卡车，请帮助他们吧。真厉害！哇，是时候变身了。预备，走，走。
啊，看起来杰瑞在搞什么鬼。不，超级卡车，这是错误的路。超级卡车，杰瑞和玛丽又作弊了，请帮帮安博和马蒂尔达。我们马上就要到海滩了，我们不能让那些作弊的人赢。起作用了，这是我们的获胜者。你看，公平竞争更好。谢谢你，超级卡车，你今天帮了大忙。准备好打破这堵墙了吗？超级手提钻。1、2、3，开始。哇，你好强壮。有人需要你的帮助，你最好马上回家。最好快点，宝宝，不然你会赶不上公共汽车的。大家都去哪儿了？汽车宝宝错过了校车，他要怎么去学校？你能帮忙吗，卡尔？哇，现在是高峰期，交通很拥挤。汽车宝宝肯定就在前面，你看到他了吗？超级卡车，你最好变身，在他造成事故前找到他。汽车宝宝在哪里呢？也许凯莉见过汽车宝宝。别担心，宝宝，
超级警车会想办法送你去学校的。哇，你在车顶上，汽车宝宝，你就像鸟一样在飞。现在是交通高峰期，伙计们，哇，别害羞，宝宝，你可以加入其他人，也许这能帮上忙。起作用了，音乐让汽车宝宝感觉好了很多。谢谢你拯救了今天的局面，超级卡车，你总是知道如何让一切顺利。你好呀，超级卡车还有戴恩，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有趣的游戏。嘿哈，那是 ST 三千卡尔，你最好去看看。不，感觉凯莉看起来不太舒服。凯莉也应该在其他人生病之前去医院。凯莉需要帮助，这是超级卡车的任务。看，凯莉在那儿，大家都退后，给她留点空间。安博说凯莉病得太重了，她不能自己去医院，你能帮忙送她去医院吗，超级卡车？看起来这里交通堵塞了，一根电线杆倒了下来，没人能绕过去。凯莉现在就得去医院，你一秒都不能浪费，超级卡车。你做到了，超级卡车。现在路上没有电线杆了，所有的汽车都可以走了。别忘了凯莉，超级卡车，他还得去医院。看来你不能载凯莉去医院了。现在你是一辆推土机，你打算怎么做？牵引绳，好主意，超级卡车，
现在你可以把凯莉安全送到医院了。抓紧了，凯莉！凯莉很快就会感觉好起来的。嗯哼！看，超级卡车，安博给所有人都发了一个口罩，这样他们就不会感染上凯莉的病了。宝宝是对的，戴上口罩确实让他吃冰淇淋变得更加困难了。哦吼！这太棒了，真好玩。好主意，超级卡车。宝宝们在玩磁铁，他们的磁铁掉进了河道里，有一个宝宝跳下去捡磁铁了。然后鲨鱼出现了，你得去救救他，超级卡车。宝宝请冷静下来，这太滑了，你必须变身超级卡车。吸盘的卡车，那就太完美了。好了，宝宝，超级卡车来救你了。不好，这些鲨鱼又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超级卡车，一辆垃圾车把宝宝藏在里面。看，宝宝们帮你把斜坡推下来了，加油超级卡车，你能做到的。啊不，鲨鱼来了，超级卡车，快用 ST3000爬上去。好样的。你现在安全了。好了，今天真是事情很多的一天，你们都应该享用热巧克力。谢谢你，超级卡车，你是个真正的英雄。好棒的集市呀！宝宝们，你们想要超级卡车给你们糖果吗？宝宝们需要你的帮助，超级卡车，有一只恐龙在街上追他们。
他们在那儿。小心！超级卡车，宝宝们，去抓住它，超级卡车！小心尾巴！宝宝们，快藏起来！是时候变身了，超级卡车！啊哈！恐龙卡车，很不错的选择。做得好，超级卡车！哦，它要站起来了，是时候再次变身了。投石车，砸它！超级卡车，瞄准腿！中了！现在瞄准另一条腿。多么有趣的舞蹈！用 SD 3000，冰冻射线，我们走吧。很漂亮的姿势，做得好，超级卡车，宝宝们现在安全了。恐龙也想要糖果。看来有人需要你的帮助，超级卡车。安博需要给本和杰瑞送感冒药，但其中一条街道的施工导致了交通堵塞。是时候帮助安博预防流感了。是时候变身了，超级卡车，安博快没时间了。
你把药给本和杰瑞了吗？超级卡车，你得再次变身才能把这些汽车送到医院。超级卡车使用 ST3000 帮助在卡尔平台前的第二辆车。做得好，超级卡车！做得好，超级卡车！